好了，我知道为什么。啊我知道为什么搞什么把他用的一团糟了。嗨，大家好，我是明雪。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桌上这么多东西，一定一看就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吧？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台机器啦。我们今天要来做热压吐司。我们今天要做热压吐司是日本推特上面据说超级好吃的布丁热压吐司。然后它除了布丁热压吐司之外呢，也有非常非常多结合，看起来都超级好吃。于是呢，我们也要来制作一些意想不到，可是应该会很好吃的组合。所以我们准备了辣泡面、sneakers、一枚小泡芙、豆花、寿司、辣味鲜等等很多零食，大家就来尝试看看怎样的组合会最好吃吧。然后关于这个热压吐司呢，它有一个小故事，也不是小故事，这个热压吐司是搞什么？流传给我们的，然后我们刚刚一加热就开始闻到一个，哇，奇怪的味道，哇靠，哎，超爆脏哎，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东西？那我们第一个先来尝试人家做过的，我们先来做布丁，布丁热压吐司感觉就很棒啊，哎，好想吃哦，为什么要把它加进去 ？Hello， 哦哦，来了来了。哇哇哇！好，我们相信他。好了，我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搞什么把他用的一团糟了。啊！救命啊！盖化掉了，哎，他是不是骗人？哇！好，我们继续哟，继续哟。那个日本人的热压吐司机是不是不太一样啊？我们不要看里面长什么样子哈，我们味道好像是好吃的。为什么说好像？因为我们不是加甜的东西吗？可是有一个咸的味道哎。那个做出这个料理的那个推特账号上面发的图。它的布丁非常的完整，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会变成这样。哦，可是味道是好吃的。我们先收拾一下这个状况，大家可以看一眼我们做出来的布丁热压吐司里面长什么样子。然后我们稍微就是清洁了一下我们的吐司机。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做辣泡面版本。辣泡面版本是不是很值得期待？然后这次我们学乖了，我们放少一点。好的，来了，辣泡面啊，拜托你啊，哈，哎，很成功。那一定要先吃辣泡面。为什么不会粘起来？没关系，我们这样吃吃看。这超搭的，它的辣度有被降低，然后变得比较滑顺。欸，久了之后辣度还是会上来，可是很好吃，很像炒面面包。辣泡面热压吐司成功，刚刚的布丁热压吐司，综合外观、味道等等来说，我觉得它大概是一个四分，因为外观扣太多分了。满分是几分？满分十分。这个辣泡面热压吐司它应该有七分，好吃，好做，可以做很多个。下一个我们来挑战寿司好了。我们买的寿司呢是在超商就可以买到的这种，这个总有两个，一个日式唐扬鸡，一个龙虾风味，还是我们各放一个。我们小心谨慎，小心谨慎。我先用手把它压一下。我的焦黄色呢？好，就这样好了，我怕太久会出事。我们的寿司口味，我那边吃到的是龙虾沙拉口味，好妙哦！就是它这个味道，你会觉得它应该是冷冷的，可是它很热，我完全倒一个对角来吃唐扬鸡，鸡肉这边比较好吃啊，比较没有那么有违和感。龙虾沙拉本来就是觉得要吃冷的东西，突然变热的会觉得很不习惯。可是鸡肉它是日式炸鸡，所以它就算热的也觉得很好吃。唐扬鸡这个口味真的好吃很多，因为它
应该有加酱油，所以它有一种那种有酱油的味道，跟这个超级搭。寿司热压吐司，我觉得它大概六分，我觉得越来越有自信了哎，我们越做越好。接下来我们来做 sneakers 口味，这 sneakers 我们就好买了一哦，刚刚好，那我就放三根咯。刚才想说是不是要切，结果好像不用嘞，哇！我们是不是下重本？哇！不能再发生像布丁一样的悲剧，所以我们换保险一点，换大片点吐司来保护它。拜托你了，我都拿这么大片吐司，你不可以再出事了。哦，成功的预感，成功的预感。它冒烟嘞，冒烟应该就好了吧？哇，好重哦，超级重，好烫。哎，它颜色看起来超级漂亮。我目前外观上最成功的一个 Snickers 是花生巧克力，这个呢一定好吃了吧。它里面有花生酱，然后巧克力差不多化掉了，然后有花生酱，还有花生颗粒，超级好吃，超级绝配，好棒哦，大成功哎。而且这个绝对是绝对绝对绝对是蚂蚁人的最爱。Snickers 热压吐司的分数是只帮他打鼓，只帮他打鼓九分，他就是生来要被大家做成热压吐司的，只是妈妈看到可能会骂你吃这么胖。好，那我们现在来做下一个，决定用我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一枚小泡芙。小泡芙比较担心的是，因为它的皮是酥的，它的皮是脆的，但是里面有巧克力酱，所以不知道它们能不能够完美的融合。好，九个一枚小泡芙，只是把棉花糖加进去，帮它来一点创意的部分，我们加一下棉花糖，再加个葡萄干。葡萄干跟巧克力也是搭的吧，好可爱吧，压了嘞，然后听到什么东西碎掉的声音，我的泡芙是不是碎掉了？哇，外观看起来很棒，刚刚不小心打开来，所以我们就刚好让大家看一下里面长什么样子，好像不该看的，理论上来说我们应该是看不到里面，所以就是外观不是很重要，对。我吃到东西吗？哦，我吃到葡萄干了，葡萄干很完整。哦，有吃到小泡芙了。其实这样还蛮好吃的哎，它味道没有想象中会很死甜那种感觉，然后有留一点小泡芙表皮酥酥脆脆的口感，棉花糖里面那个优格的味道其实没有很重，增加一点甜味而已。我觉得我加葡萄干进去很聪明。葡萄干小泡芙棉花糖热压吐司，我给它八分。它其实也比 Snickers 便宜，好吃。可是 Snickers 的味道真的太抢眼，所以我的第一名目前是 Snickers。既然这个成功了，那我们就要尝试一些特殊的喽。接下来下一个我们要来做浪味仙口味，可是呢不是直接放进去，我们要把浪味仙还原成薯泥，加水捣一捣啊，非常的简单。我们这薯泥还会是调味过的薯泥，你看多好。要不要需不需要微波啊？好香哦，浪味仙怎么这么香？给我们让它留一点口感好了。两片吐司，好，来喽来喽，你期待这个吗？可怕，期待这到底会成功？我觉得应该会成功，它闻起来很香哎。我们原本还要做一个中华豆花，但是想一下我们刚刚做布丁发生的事情。我们中华豆花就 pass 了，不好意思，维护环境跟就是各位观众的心灵健康。如果有人认真想看豆花发
放到热压吐司机里面会变成什么样子的话，你可以在底下留言。如果很踊跃的话，我们就做第二集。我们是一个顺应民意的频道。好漂亮哦，有没有看到？我们做到现在，终于做出一个完美的热压吐司的形状了，好像太少了。有点难以形容，它也看不太到，因为它很白，就是它有点像是马铃薯泥，可是它好像又不是，然后又吃不，其实吃不太出来它是浪味咸，有点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了，所以我想要找一个不知情的人进来吃一下。不知情的同事来了，哎，看什么看？嗯，你说什么了？不知道这是什么，洋芋片的味道。那好吃吗？我不知道哎，因为我们刚刚两个人都就是对他讲不出话，真的就讲不出好吃难吃，没有任何形容词可以给他。嗯，真的，真的会脑袋一片空白。真的。那你知道这是什么饼干吗？洋芋片吧，不是吗？什么？不是洋芋片。是，不是啊啊！我知道，浪味仙，难怪这么奇怪。所以是浪味仙味道奇怪，你现在一直是？不是，我很喜欢浪味仙，可是它没有那个口感之后，它变得好怪哦、喔，就是、把它加水了，对，超过分的、欸。我要把它还原成马铃薯泥啊！对，我刚刚本来以为这是马铃薯泥，可是它就是有一股台湾人都知道的味道。所以呢？我们这个浪味仙热压吐司，它的分数就是它没有分数，没有办法帮它打分数。史上吗？史上最难以言喻的。那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记得帮我们按一个喜欢，记得订阅频道，也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有什么想说的话或希望我们做的事情，都可以在底下留言来告诉我们，也可以去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跟 Facebook。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从现在开始到一月底的每周四晚上6:30，八婆频道都会开直播哦，敬请期待。